大家好啊，本期呢，这几期呢，我们要拍的是凤羽路，福建厦门市的凤羽路。那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，是在下河路上面，下河路与凤羽路的交界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是那个下河路，这边是下河路，我处在那个华夏丽城酒店这边，华夏丽城酒店这边，然后这边是凤那个下河路。我们这几期要拍的呢，就是那个这条呢，这一条有那个高架桥的这一条呢，是属于那个下河路。那我们这几期要拍的是凤羽路，我把这个标志给大家看一下。凤羽路，那我们是往北走，凤羽路往北走。那我们现在今天就开始拍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华城丽景酒店，哇，华夏丽城酒店，华夏丽城酒店。其实这一栋是夏商百货，然后靠近对面这一侧呢是那个武村汽车站，的那个汽车站的路口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，如果有个汽车站的路口停车场，应该说是汽车站的停车场，是从哪里进去的？这里有个停车场，三个字。不是从这里，这里是中明百货的停车场，是从这边。是从这里进去，到地下停车场去。然后我们这些呢是那元昌广场，我们看的这些是元昌广场。这个是常年在这里那个刷鞋子的，擦皮鞋的。这里是元昌广场，这几个字，元昌广场。这边呢，因为是靠近那个火车站，所以说，全部的都是做餐饮的。我进去给大家闹一下吧，元昌广场进去给大家闹一下。之前我也没进来过，很少进来。这些是元昌广场，做的都是那个餐饮的。